刘校长，我们在座屏东的乡亲父老、年轻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做欢喜，安尼咱台北县屏东同乡会来主持，啊，大家屏东乡亲大家好，屏东乡亲大家好，真正做欢喜。啊，看到大家拢聚集来做伙。我虽然都无闲，但是我嘛专程过来，心意百分百。啊，我今就是担这个党党行政院长，所以我一定爱甲做好，袂使甲屏东的乡亲闹鬼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当时行政院长若做好。就是照顾全国的同胞2300万人，都好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所以我这是行政院长，唔通甲叫总统。正总统是陈总统，爱叫对。啊，正总统是足侪人拢想要选。啊，正啥人要选？啥人会当代表民进党出来选？因为我是民进党的，所以拢去找，拢都爱。但间隔的体制，不是即阵在咧讲，也不是即阵在家己画总统，这是画得数。爱着，予全国的人感觉上介好，啊，就是为着要全国好，安尼做总统，唔只是对，啊，唔只是会往恶路对啊对。对。啊，今仔日伫咱的中央会，我足欢喜。屏东的乡亲不简单，咱屏东县是台湾的上尾流。以前我26年前选县议员头一届，逢人人讲好酒沉暗底，屏东人敢着徛尾毛衰。过去国民党咧执政的时，大建设拢无到屏东县，所以铁路电气化到高雄。伫高雄车头看到陆松悠哉悠哉伫行出去，拢高雄市。看到牵着囡仔，抱着包袱，挂着行李，一个月台跳过一个月台，当日专车换班的，拢是咱可怜的屏东人。高速公路到凤山，无过高平溪，我们屏东人敢纳税拍八折。刚做兵兼半年，啊无重大建设，卡拢以高平溪做界。26年前，我选县议员第一届，我安尼讲，下骹屏东乡亲拢感觉心有戚戚焉，拢感觉哦，讲出屏东人的心声。所以我连任两届县议员，做屏东县长。虽然伫连任的时无成功，但是足感谢咱台北县屏东乡亲。以及全国的乡亲，尤其台北县的乡亲，大家支持，我会当伫台北县当选立法委员，做台北县的县长，搁连任成功。所以我做台北县长时，来发起助咱台北县屏东同乡会。所以我唔那是为台北县做建设，嘛无袂记哩故乡，啊嘛感觉出外爱互相照顾。所以做这个同乡会，啊，足感谢大家拢遮安静，听我讲，大家遮热情，来对我，互我温暖。苏天昌真正的昌，大家斗相靠力，感谢大家。